好，首先第一点呢，就是第一个音，它是一个泛音，不用按时的泛音。OK，那个弓要继续动才会比较响，有些同学呢就可能弓要敢动。然后这个音是两条尾巴，所以它是比较短，梆梆。然后这个小心，一二连在一起，一二分开，一样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下面那行，四张大，泛音，推直你的小尾指就可以了啊。三点要注意的是。停一下，让你的转把位，所以你的弓可以先停一下，然后你的手动过去。第四点呢，就是这里，最好呢，就是有一些停顿，不要乱了。这样会比较生动一点点，然后之后就是下弓一下，上弓下三个音，下弓一个音，所以下弓多一点弓，上弓呢要留一点点。